《生寄送第八首：夜夜晨钟无量声，佛现种种庄严刹；一念莫生普令见，或无爱会庄严者。 这一首颂，是讲的沉沉多深，门门画意，宽湖于上，处宝莲花，这个四句是。 清凉大师为我们解释的啊，沉沉多深？经上讲。 夜夜晨钟，无量声这个是现得了圆满的心情。回过头来看我们。 我们这些这种能力完全失掉了。这个失掉不是真的失掉，是迷失了。 迷失了，呢，实在讲呢，等于真正失掉了。为什么呢？完全不起作用了。我们在经上啊，看到诸佛菩萨，一定要知道这个都是我们的本能。 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啊，现在都不能信钱。佛现种种庄严差。第一句是现身的，第二句是现土，生土不二啊。 庄严差了，就是我们生活环境。我们在这部经里面看到的，是毗诺遮那佛的义正庄严在《无量寿经》上看到的。 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专业。我们读了，感到不可思议，非常的羡慕、向往。 不知道这一些事理，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一念陌生普令见的，这是举一个例子。 在这一段里面，这个莫森是视线的，就是。 《大乘经》里头常讲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随心应量啊！为什么？ 夜夜晨钟啊，能现无量身，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啊！这个事情一点都不假啊！为什么呢？是性的本具的功能呢、啊？ 这个功能不是从外头得来的，自信本具的，自信里头没有像。正因为它无相，所以能现一切相。 能随众生心念现象，我们知道，设方法界。前面这个比喻里头所讲的啊，十个世界微尘数。 故土啊，夜夜过土，那个过土是佛刹了，又有世界微尘数众生呐、啊，自心能随一切众生心念，自自然然了、啊。其生息变化。 现身呐、啊，现身呢、啊，这叫生。这个现象生起来了，现象消失呢，就叫没。为什么不叫生没？这个文字上用陌生。 这就说明，前年灭了，后年又生了，永远是相续不断。这是事实真相啊！ 我们凡夫没有智慧，见不到啊。什么人见到呢？或无爱慧庄严者，他能见到啊。无爱慧。 是法身菩萨了，他们已经其如离四无碍，四四无碍。这一首记是讲的四四无碍啊，啊，法身菩萨他能见得到。 我们反复见不到啊！从这个地方看，才真正的体会到我们迷失自信呢。 是可耻啊！啊，然后也能够体会到，诸佛如来的大慈大悲。啊，他出现在这个世间，为的是什么？没有别的。 帮助我们恢复自信而已。我们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啊，所以对这些好心人，我们冷漠了。 啊、说实在的话，我们对不起他们。啊，他们是无条件的来帮助我。啊，我对他反而冷漠，没有在意、啊。 再看下面一首，三是所有一切机，一刹那中心能现，至身如幻无体相，证明法性无碍者。这个是现啊、呃，这个。 现自在五首颂里面，最后的一首“念及圆融”啊，清凉大师告诉我们了、啊，这是朕的身啊。 这个意思是告诉我们：休闲要勇猛精进，要求深圳，要求彻发地缘。 换一句话说，学佛的目标一定要定在就近圆满的佛果，不能在中途啊就休息了，得少为足，那是错误。 念接圆融，给诸位说，时间的障碍突破了。我们今天有这个障碍，在时间上上来说呢，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 一念，一刹那就是一念，这是时间之短啊。一切皆这个时间长啊。一切界，这个三世一切界，跟一刹那不二。 换一句话说，在一念之中，能见过去无量劫，也能见未来无量劫，时间跟空间维次全部都突破了。 这个境界叫一真法界，这个是事实真相啊！给诸位说，这是觉人的事实真相啊！我们讲十法界，讲无量无边法界。 这是讲迷失自信人的真相。这两个真相到底是哪个是真，哪个是妄？两个都是真相啊。 如何从一真法界，其如啊这个这个这个设法界，其如一真法界？如何从一真法界呢？入设法界，那是诸佛菩萨了。到设法界里面来应化，就是前面讲的。 夜夜晨钟，无量身呐、啊，现身现差了，普度众生，这是佛入众生法界。 众生入佛法界，那就是成佛了。众生成佛了，啊，突破时空的维次，证得了念接圆融。 至身如幻，无体相啊！不但身如幻，境界也如幻。《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有违法了，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违法呢？凡是有生灭现象的，都叫做有违法。 凡是没有生命现象的，称作无为法。这个这一桩事很难懂啊，过去。 我们讲经啊，常常用白法来说啊，大家好懂吗？白法里面就分作有为跟无为，这两分呢。啊，白法是天亲菩萨。 将弥勒菩萨的《如切是的论》，其中所涉的所说的六百六十法，啊，六百六十法是归类了，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分类。 天亲菩萨觉得六百六十法还是太多了，不便于出修。所以把它再归纳啊，归纳为一百类。我们要知道，这个一百类一展开就是一切法。 这一般法里面，又分为五类、五大类。心法是一类，心所有法是一类，不相应行法这第三类，色法第四类，这个四类。 都叫有为法啊，跟有为法相对的是无为法，那又是一类。总共啊五类呀、啊，有为四类呀、啊，无为一类，叫五法了啊，大分呐、啊。 先法八个，就八十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十啊，六十之外还有莫那阿赖耶，小臣只讲到六十。 佛不舍莫那阿赖耶，这八个心也称作八心王啊。它起作用呢，又分为五十一类，五十一种作用。 这叫心宿法。每一个星王，它的作用啊，广狭不相同。第六意识作用最大，五十一心所。 全了啊！最少的呢，阿赖耶，阿赖耶单纯的。它的作用啊，只有五个，五变形啊，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 不相应是它与心法，它不是心法，它也不是心所法，它也不是色法，但是它是从心心所色法里面产生出来的抽象概念。事实上，决定没有。 譬如时间、空间，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的、啊。确确实实没有啊！啊，空间是个空抽象概念，我们好懂。 就是讲四方四维上下，到底哪个地方是东方？哪个地方是南方？啊，一定啊，要有个坐标啊，也就是要有个中啊。 可是这个坐标不一定啊！如果说以澳洲为中心，北方、啊、是太平洋啊。 东南方是新西兰的，南方呢是南极。如果以南极为中心呢，这个澳洲在北方就变了。所以方位没有一定呢、啊。 啊，你讲东南西北到底是以什么为中心？这是一个抽象概念。啊，我们从中国来。 对于中国地理比较熟悉啊，如果是以南京为中心，啊，北京在北面，上海在东面，武汉在西面，啊，香港在南面。 如果以香港为中心呢？上海在北面，不是在东面。啊，南京正好是在，也是在北面。 到底哪个地方是东，哪个地方是南，啊，哪个地方是西北，没有一定、啊、所以抽象的概念呢、啊，时间是抽象概念。现在人比从前容易了解了，为什么？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知道有时差了。 在从前交通不发达的时候，没有时差这个名词啊。啊，为什么？你比如坐船，从中国坐船到美国，要顺风大概要一个多月；如果遇不到顺风呢，可能要三个多月。有没有时差？没有时差。为什么呢？每一天呢？ 走的路程不远，啊，感觉不到时场、啊。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速度快了，于是发现很明显的发现时场。中国是白天，美国是晚上。 北京跟纽约恰恰好相差十二个小时这时差太明显了所以时间不是真的是假的是个抽象抽象概念的的时也不是真的。 二十四个不相应里头，头一个就是得你得到什么东西？谁得到了？所以，不相应心法就抽象概念了、啊，它不是心法，不是心所法，也不是色法，但是它跟心心所色法的时候，它有关系。 如果没有心心所色法呢，这个抽象概念就生不起来，啊，生起来不是他们三个，所以不不能不别立一法，啊，称之为不相应心法，这三三类啊心法。 这个心所法、心不相应心法，都是属于心法。我们讲色根心，色法呢就是物质啊，心法不是物质色心对立了。 色是物质，物质也不是真的。我们身是物质，色法，我们生活的环境。 你六根所接触到的，眼所见的，耳所听的，啊，鼻所嗅的，舌所长的，身所出的，都是属于心法。 啊，都是属于色法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色法刹那生灭，色法从哪里来的？心法变现出来的。 心刹那生灭，心有相分。佛讲啊，心法有四分呐、啊：见分、相分、自证分、正自证分。啊，这个法相为实里头。 说得详细，所以心、色都不是真的。凡夫迷失了自信，以为是真的，实际上它不是真的。刹那。 神灭了。佛在比喻上讲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是诸菩萨了，啊，诸佛菩萨他们看到的，事实。 真相，所有一切境界下，大到虚空法界，小到毛孔微尘，无一不是。 刹那生灭，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好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生灭这个现象。 存不存在呢？给主说不存在。啊，为什么说生，这生就灭了？他的速度太快了。佛在《人王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例子，一弹指。 六十刹那，啊，一弹指的时间六十分之一叫做一刹那。我们弹指弹得很快啊，一秒钟啊，大概可以能够弹四次啊。 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啊，一秒钟我们可以弹四次啊，四次就一百六了。 一秒钟的一百六十分之一加一刹那。佛说，一刹那当中啊，已就九百次生灭了。我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信息？怎么能看得出这一切现现象啊？ 是假的，不是真的。佛给我们说出真话，四是真相如实啊，我们觉察不出来。 过去我讲经的时候说过，这个话是佛的真实说还是方便说呢？我们学大乘，学了这么久了，啊，知道佛说说法的原则。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一切法了，都是方便法。真实法呢，不可说，不可说。真实比这个还要快呀、啊！人王经上这个算法。 啊，一秒钟，这个生灭的并不很多、啊，两个十万八千次啊，也就是二十一万六千个生灭，一秒钟啊。 方便说、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去体会。所以说是，财神就灭，所以佛给我们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什么意思呢？生灭同时。 没有办法辨别。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象，这是因果的相续相，一定要晓得，刹那刹那了那个相不一样，不相同。 不是一个像啊！你要以为是一个像呢，你看错了，你迷了。这个事实，我们用电影的摄像机来照相，能够觉察到。 电影的摄像机，一秒钟二十四张。啊，我们照一个，即使照一个植物，啊，不要照动物，照个植物，我们照一秒钟，啊，二十四张照片，每一张不一样。 第一章绝对不是第二章，第二章决定不是第三章。为什么呢？你照第二章啊，第一章灭了；你照到第三章啊，第二章灭了。啊，第二章灭了，第三章生了；第三章灭了，第四章生了。 这个很容易觉察得出来呀、啊。我们照人也佛如是啊。第一张这个人像灭了，第二张人像生了，第二张人像灭了，第三张人像生了。一秒钟，二十四次的陌生。 我们已经被那个电影荧幕画面上欺骗了，不知道它是假的，以为它是真的。那么你再想想，《人王经》常告诉我们：一秒钟有二十一万六千次的生命。 你怎么能辨别得出来？这个还是如来方便说啊，啊，给我们说出啊，生灭同时啊，不生不灭然后你从这个地方，你才真正能够觉悟出神徒。 都是梦幻泡影，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佛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真正明白了，确实是虚妄。 一点都不假，真的了解了，你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对于自己的身、自己的念头，你就能放下了。 不再执着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了，你的自信心强啊！这个时候。 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教下里面所说的“大开元解”，你觉悟了，你是真的觉悟了。为什么呢？事实真相明白了。 凡是放不下的，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没有明了，他还有执着，还有分别，还有妄想啊！所以那个“想”加个“妄”，非常有道理呀、啊！告诉你，你想的不是真的是虚妄的。 妄想没有了，分别执着也没有了所以妄想是根本无明，妄想叫做根本烦恼。真正觉悟的人，彻底觉悟的人，知道生徒。 说了一个身，说了一个图。就包括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是幻想，是梦幻泡影，不是真实的。 证明法心无碍者，啊，你在此地也确确实实正得理无碍，是无碍，啊，理能现之性，他随缘现象。啊，是呢？ 是他所现的境界相，有无碍啊？为什么呢？那就是性嘛。性体无碍，性所现的相哪里有障碍啊？鼻事无碍，能信。 不爱所现，所现不爱能现，事事无碍。能现跟能现当中也没有障碍，这十四是事实真相。 谁能证得呢？我们就称他为法身菩萨啊，正德得这个境界的人啊，我们称法身菩萨。《华严经》语言叫粗注以上，这都是发生菩萨了。 我们今天迷了，迷得太深了啊！长劫在六道里面受苦受难呐，错了！祝福如来。 他们圆满的恢复了自信，这才回过头来帮助我们这些依旧在迷失自信的这些众生。 如果我们能够啊信得过，啊相信他们对我们的帮助是有利益的，是好的，我们应当依教奉献。 也希望早一天明心见性啊，早一天呢恢复正常。佛菩萨的生活是个正常的生活，我们的生活。 是不正常的生活啊！佛菩萨的受用，你看经上讲讲正受啊，啊，他们真的无量三昧，三昧是什么意思呢？正受，正常的享受。 我们今天很可怜呐、啊，我们的受是堕落在不正常、不正常的享受啊。佛经里面讲的说为五大类：苦、乐、忧、喜、舍。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解脱？ 就是脱离这五种不正常的享受，恢复到正受啊，那就对了。佛菩萨帮助我们，我们要依靠他。 不依靠诸佛菩萨，自己想恢复正常，不可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依靠佛菩萨的教诲。 他事先在九法界，事先在我们的世界，没有一样啊，不是教导我们的。啊，他事先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是过正常的生活。 我们过的是不正常的生活，细心去观察，认真向他学习，就对了，啊，这样子，用一般的术语说，恢复我们完全的健康，请看。 光身记赞的最后一首，普贤圣贤皆能如，一切众生习要见，佛子能住此法门，住光明中大音后。 这一首总结，借归普贤菩萨的大小，祭字 <coughs> 上说圣贤无比殊胜的行门。 换一句话说，佛法讲到究竟圆满的行为，皆归在普贤呐。 不行，这个圣贤无量无边，哪里能够说得尽？啊，世尊。 把它总归纳为十条，就是本经末后的十大愿望。 世间人啊，学佛的同学天天多送，只有多送，没有受持啊，所以不得力啊。受啊，是接受。 依教奉行叫做受啊，我们天天读，没有能够依教奉行啊，没有受啊，没有持啊，受持没有啊，读诵又有什么用处？ 充其量呢，只能说阿赖耶识里面种一个善根，这是真的。为什么普贤的圣行都是我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信德的行为本来如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信德的行为完全失掉了，想恢复也做不到。实在讲。 世尊慈悲呀、啊，教我们恢复的方法了。他知道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太深了，时间太久了，绝不是。 一朝一夕能改得过来的，也绝不是一朝一夕能救得过来的。所以教导我们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办法。 那就是从界定慧入门呐、啊。普贤是究竟圆满的智慧呀、啊。我们没有定，就不能入普贤境界。 如果我们没有戒，就不能成就三昧。啊，所以前面所讲这一些发生大事，啊，他们不是普通的。 不是三贤位的法身菩萨了。你看经里面写的，菩萨摩诃萨了，摩诃萨是称地上菩萨了，大圣不是小圣。 华严经上所说无量无边的殊胜功德，不思议的境界，普贤皆能入。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 决定不能够、啊、含糊笼统看过，设方三世，祝福国地上圆满境界普贤能入无量寿经，一开端。 贤公尊修普贤大师之德，我们念得很熟啊。可是呢，随念随着就忘掉了，金本还没有合起来呀，就忘掉了。念到底下一句，这一句就忘掉了。 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学？啊，如果真的是有心人，真的是想学的人，正想在这一生成就的人，他们。 读诵听闻，决定跟我们不一样啊！世间人所谓的有心人呐、啊，他有心的；我们呢，无心人呐、啊，志不在此啊！听是听啊，念是念了。 没有放在心上，没有意思想照做，所以不能成就吧。真的是有些人想在这一生成就，想在这一生出力。 一定会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普贤菩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心量大了啊！我们学普贤呢？ 头一个要学这个，这个也算得上是从根本修。普贤菩萨的心，真正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跟诸佛如来的心完全相应。 完全相同，所以能如诸佛如来的境界啊！佛是怎样对人、对事、对物？ 华严经上所说的都是的呀，普贤菩萨了，对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也就讲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 行是行为呀、啊，起心动念是心理的行为。我们讲呢，思想行为、言语口业的行为啊，造作深业的行为。 行为再多，都不出这三大类啊，佛法叫三业，身口意三业，啊，或者呢说身语意三业，三业里头，意是主。 从根本修啊，就是从异地上修，也就是说，从起心动念处修。头一个就是要把我这么小心量修正，一定啊，要像普贤菩萨一样。 心包太虚，量州杀戒。我就要认定虚空法界是我自心相，无量无边差途众生，确实是我自身相。 我们从这个地方修行呢、啊？啊，把这个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啊，然后普贤行,行就不难了，啊，那就是断毛病、断习气了，根本抓住了。 心量不大怎么行呢？心量大了，确确实实不为自己，不但不为自己，给你说个老实话，没有自己，无我相。 真的，般若智慧开了，有没有人相呢？无人相，也无众生相，也无受者相。这个四象，无四象是什么？时空里面所有一切的障碍，全部突破。 于是，跟诸佛菩萨观念一样啊，是有理无，性有相无，心地自然清净。 一切事，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不起妄念的。不起分别之处。什么境界不如的啊？我们今天。 不能入诸佛菩萨境界。说实在的话，诸天鬼神的境界，我们都不能入。什么原因？心量太小，分别执着太重了。 这是我们不能欺辱的真正原因啊，所以要修普贤行，要学普贤菩萨啊，普贤菩萨把。 菩萨无量无边的法门，无量无边的行门，全都融会落实。融会落实在哪里呢？落实在一法。 所以这一法就是一切法，这一行就是一切行，八万四千行门呐，在一行呐，一行如是，行行如是。 这个境界，要很冷静的去观察，你才会明了，啊，你才能体会的。然后。 才真正的能学啊！李敬，我敬一个人，就是敬，敬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一切众生。 啊，那换一句话说呢？啊，敬一个人，就是敬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我敬一个无啊，蚊子咬了。 学普贤菩萨的人呢，这供养啊，欢欢喜喜的供养，供养这一个文字，就是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个文字是未来佛啊。 佛,佛道统啊，未来佛跟现在佛跟过去佛是一，不是二啊！欢喜供养，所以普贤菩萨。 他老人家的心门，就是一门就是一切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了都收在一法里头，无量无边法门都收在一门里头，这个心才真正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 并没有分别，不是分的那么多。啊。多即是一，一即是多，一多不二啊！我们细细想这个道理啊，这个境界确实无比的殊胜。 一切众生皆乐见，啊，这个念要要见，他他念趣生，啊，要是爱好啊，诸位想想看，哪一个众生见到普贤菩萨不欢喜呢？普贤菩萨的心。 是真实心呐、啊，一丝毫虚妄都没有啊！普贤菩萨的心纯真、纯净、纯善，普贤菩萨的行，夜夜行。 也都是纯真、纯净、纯善，恶人看到也欢喜，妖魔鬼怪看到也欢喜，也赞叹，佛子能住此法门呐、啊。 这个是诸大菩萨毛孔放光啊，光中化菩萨了菩萨又放光啊，光中设迹，重重无尽了。你看最后戒归。 即归的菩提，这一句是劝导所有一切的佛弟子，无论是在家出家，是初学还是老修。 啊、希望你、啊、住持法门啊！此法门广的来说呢，就是大放光佛化缘；下义的来讲呢，普贤菩萨十大愿望。 能住这个法门的，就是住大圆满呐，大乘法里的，无论是显教、密教，讲到最殊胜、最就近的。 大圆满法，大圆满法就是普贤法，啊，密宗特别重视大圆满。 密宗的主师，金刚沙土、啊，普贤菩萨的化身呐！啊，秘法是龙树菩萨。 开南天的铁塔，这个铁塔一打开，见到金刚萨陀。把密法传给他了。密宗从这来的啊！金刚萨陀就是普贤菩萨。 无论是行，无论是密，你就晓得，十大愿望是大圆满。十大愿望要怎样完成呢？每一月都要具足十波罗蜜。 礼敬里面要具足十波罗蜜啊！十波罗蜜里面第一个布施，我们礼敬的时候有没有具足布施？用什么布施？ 佛家的礼节啊，礼敬偏袒右肩，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布施供养啊，拜佛的时候，衣服偏袒右肩的。 右手露出来，随时听命啊，风啊，就准备奉祀，这是以身来供养，以心来供养啊，具足布施。 又何况，一教修行啊，这个《经验品》里面给我们讲的，儒教修行，佛怎么教我，我怎么做，这就是对佛的供养啊。 行礼如仪啊，绝不违背仪规，这是持戒礼敬的啊，布、啊、施。 礼敬，持戒金，礼敬，离敬态度，从容，缓慢，如在定中啊，忍辱供养啊。 朝暮不懈怠，这个是离境里面的精进，紧紧离境的。后面禅定般若，方便愿力之。 地净里头，通通具足；境界等虚空别法界。说到称赞如来，称赞里头也都包包括了十八罗尼。 这叫普贤行,行，所以他的行叫圣行啊。一般大乘法里头没有具足这么圆满的。啊，不是一法里面的具足一切法，普贤法里头。 一法里头具一切法，一切法呢融在一法里头。华严经常讲的“一即一切，一切皆一”，这味道我们才真正能懂得。 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呐、啊！明白这个道理，你对于这个现代啊，有些人提倡的本愿念佛，你就明了了吗？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是普贤法界，换一句话说，那是大圆满法，几个人懂得？许多人把它看清了，啊，大圆满法看清了，那还有什么法？你能看中？ 修净土的人不能不懂啊！但是净土的好处，净土的殊胜，你不懂也能往生、啊、不懂是待业往生，生凡生同居土啊！你要是懂得这些道理呢？ 孝业我身一生上三土啊，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不一样。 菩萨总是劝我们，往生呢，应当提高品位。为什么呢？成佛快嘛。往生的品位低，成佛的时间要长。为什么不在这个地方努力呢？ 所以，《华言是在说，对《无量寿经》是大有帮助，是《无量寿经》的详细说明啊。《无量寿经》只讲个大纲啊，《华严经》讲细末。啊，我们要。 能住此法华言概略明了就行了。我们还是要把纲领抓住，《无量寿经》是纲领。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行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一句话，就是全部的华严经啊！全部华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 云容无碍啊，生光无际，一多相容。事事无碍啊！只要抓到这几点就行了。 然后，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普贤的十愿，把普贤的愿变成自己的本愿？ 对一切人事物，没有一样不恭敬啊；对一切人事物的行持，没有一样不赞叹啊。但是我们在经常读到的。 离境跟赞叹呢是有别的啊，十愿里头，离境祝福称赞如来，这就有差别了。说祝福是从四相上讲的。 没有分别啊，善人恶人，同样的理解。啊，佛菩萨与畜生恶鬼。 也是同样的理境啊？为什么呢？普贤心是平等的，决定没有差别。畜生恶鬼有佛性吗？畜生恶鬼是未来佛吗？他怎么不平等呢？ 但是称赞呢，怕对一些没有觉悟的凡夫起不良的影响，所以称赞呢就有差别了。啊，称赞用如来。 如来是讲的心，啊，我们就明白了。他的言行与性德相应，我们称赞；与性德不相应呢，我们礼敬，不称赞。啊，他一个用佛，一个用如来。 差别在此地呀、啊，不能不知道啊！光修供养这平等的，不论是善人，是恶人。 供养是平等的，当他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全心全力的去帮助啊！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法供养。 帮助一切众生开悟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一桩事情往往是我们反复疏忽了的啊！啊，学佛的。 同学们，有慈悲心看到众生受饥饿了，你会供养饮食，受到。 冷冻的时候，你会送衣服给他；我有地方住啊，你也会盖房子给他住，是好事，不是不好事啊。这能解决他的问题吗？就一时之急。 不能长久解决他的贫困呐！啊，怎样永远解决他的痛苦呢？叫他立苦得乐呢？教训所以，事出是法。 真正慈善救济是什么呢？办学校啊！啊办什么学校呢？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他老人家一生从事多元文化的教学。 为大家讲经说法四十九年，讲经就是上课啊，教你开智慧，教你种种技术能力，你就有谋生的能力了吗？你就可以自立，可以不要依靠别人了。 这个是真正的慈悲济世啊！所以那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那是临时救急，啊，不是根本办法了。 不是长久之计啊！啊，那么现在社会上一般的教育，关于技术能力的教学，已经相当普遍了。 至于断恶修善的教育、破迷开悟的教育、转凡成圣的教育，缺乏了，没有啊！如何能够在一般教育里头再加上这三种教育？ 这就是大圣大贤的济世教育了。世尊为我们实现了一生，但是他并没有正式办一个学校，为什么？ 我们要去想想啊，办学校教学就有限制啊，他没有学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擅长于机会教育，遇到人都教啊。 一过不空过啊！每一天接触众多之人，佛成名了。从各个地方特地来跟他学的人，不计其数啊！ 这就是后代所讲的禅修。佛的大智大德大能，感化一切众生啊，这些众生都希望亲近释迦牟尼佛，打听他在哪里。 成群结伴了。一同去求学。经典上记载的，一千两百五十人，那是长随众。那些人是佛走到哪里，跟到哪里。 一生呢，他都不散的长随众啊，这些长随众都是后来的传法弟子。世尊入灭了，不再世了，教化众生的这个工作落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大夫。教导众生。 所以佛陀灭度之后，这些人分散了，各化一方啊，哪个地方与跟他有缘，他就在那个地方教化。 集成释迦牟尼佛的事业啊，这个在佛法里称之为续佛慧命代代相传所以佛法到现在依然不灭，就靠这些人。 这里面有出家的，有在家的。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传法的弟子也有出家身份，也有在家身份啊，这个事情我们要懂。 出家在家，各有方便，各有因缘。同等的书生、啊、欧阳竟无大师在《内学院训》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出家人千万不能够有分别，认为我出家了。 总比在家人要高一等，那你出家错了，为什么呢？佛法修学是要断烦恼的，你比人高一等呢，你增长傲慢，你就错了。啊，不出家还没有这个傲慢心，一出家的时候，功高我慢起来了。 真的不出家还没事，一出家了就往地狱里走了，跟普贤菩萨一百八十度的相违背。普贤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三世诸佛普贤行,行难修啊。 许多大乘菩萨都做不到啊！你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蚊虫蚂蚁都是三世诸佛，你就能修菩萨心啊！你的功高过慢贪嗔痴、自私自利。 自自然然就没有了。诸光明中大英后啊！这个诸光明就是前面所说的设方化佛，无量无边。 毛孔放光啊，一毛孔放无量光明，全身夜夜毛孔，无不如是。光中有化佛，啊佛有放光，啊光说这个偈颂啊，赞叹妙法。 这方三世一切诸菩萨，无不如是。你说这个多殊胜！现在时间到了。